Polly 早晚要干嘛？开店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lly， 我是安琪拉。今天我们大家来到捷运东门站。说到东门站呢，这也是来台观光客的必经之地，最有名莫过于永康街的芒果冰，还有五花八门的牛肉面。但是这里其实暗藏非常多的美食哦，像是我们身后的青岛豆浆店，听说他们家的肉饼呼一雄诶厉害哦。那我们赶快去看看啦。今天呢，我们点了他们的招牌肉饼，还有韭菜盒、咸豆浆、烧蛋饼。首先呢，我现在吃他们的肉饼，听说会爆汁哦。芝士还没有直接爆汁，可是它的外皮超酥的，因为有它汤汁在里面。我不敢挤，因为我怕真的流出来，还是让它滴一下好了。有啊，这边都有啊，有没有？这边还爆汁，爆汁，好烫，好烫，这汁滴的夸张。然后我刚刚一开始在摸这个肉饼的时候，我以为会很油，我刚刚一摸完想说要去擦手，结果它的外皮是酥到把油都烤干的那一种，但是里面还是包了它的湿润，因为你的油只有在肉里面，对，它的皮是干的，然后葱也是很多，它葱是均匀散布的，不是只有放在某一层，好吃。韭菜盒，它做成有点口袋饼的感觉，我觉得超可爱。大水饺，对，大水饺，它的皮也是不沾手的，不会油。外面看到豆浆店的韭菜盒差蛮多的，对，因为外面的韭菜盒，你只要放在袋子里面，袋子里面就是全油的。我跟你讲，这完真的完全不沾手，这个差是因为刚刚的肉汁。韭菜超多的。然后呢，相比起来，它的韭菜里面就是没有那么的汁，因为它没有肉嘛，就是豆干跟韭菜跟冬粉，那吃起来就是清爽，因为它调味不会很重，就你吃起来就是很原始的韭菜味、冬粉味、豆干味，然后还有它外面皮的味道，皮烤的很香，还加点辣椒，哇哦，怕辣的人是清淡的可以，可是它的辣椒好辣，这辣椒反正是他们自己的嘞，就像个人态度，我们大家再问，这辣椒是你们。对哈，那我想说怎么罐子是没有包装的，这个吃起来是不像外面买的，我们自己做的啦。你自己做的哦，好吃，有好吃，会辣会辣，对，谢谢老板娘。那我们要吃咸豆浆好了，油条蛮多的，来，他们家咸豆浆我觉得特别地方是豆腐渣比较不会那么的多，汤跟豆腐是成比例的哦，对，所以吃起来呢比较 balance， 不会觉得说都是吃到豆腐，都豆腐渣的感觉，而且他们家的豆腐会有炭香味，一般没有的，非常好吃。再来是他们家的烧蛋饼，因为我实在太看中他们家的皮了，所以我刚才是忍不住点一个。他们家饼有那个味道胡椒味嘛？对，应该是胡椒味。他们家的饼有一个胡椒味，然后他们家的饼呢，做的是比较稍微有点厚度的，不是这么的脆。可能有些人吃起来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干一些，不过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也没有加任何的酱油膏什么的。它吃起来的饼皮还是有一点湿度在的，不会说真的干到你，我要立刻喝豆浆这样。有胡椒味的烧饼，第一次吃到，然后来喝它的清香哦，应该会有一层膜吗？就是焦香味，焦香味的豆浆。这小碗的，我感觉好像大碗的。这有阿嬷的味道有没有阿嬷在炉灶炉饭的味道？这要差不多了，我们就继续吃了。Let's go。听说在东门在一号出口出来的零一街里面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温体牛肉面。如果来东门没吃过牛肉面，你会自己拿过东门吗？走。大家有没有看到淋浴过的牛肉？赶快夹起来哦，怕它老。然后还有附呢，这个酱，一个是玫瑰盐，一个是辣酱。好，我先沾一点玫瑰盐，因为我们是点板腱比较 Q。嫩哦。那我要沾辣酱。
好有嚼劲哦。嗯，可是它有嚼劲，不是让你难以下咽、难以咀嚼那一种。再喝热汤，它这个汤刚刚一倒下去，我觉得天哪，也太清了吧！有那种干冰干冰呢，真的直接干了。它那个汤呢，就是清澈到你可以喝到一点牛肉的那种鲜味，然后呢再配一点姜丝，又提味了。它有点药膳的味道，很淡的药膳味。请教一下，还有问他有没有药膳的味道？一点点啊，你看一点点。主要是九分，主要是熬的哦，洋葱。我觉得它汤都比较清。嗯，甜味就是来自于洋葱，然后加一点点、一点点的中药，是有药膳，一个两种药，中药。牛肉要够新鲜，好不好？那个就是非常的 Q， 因为板腱很特色。对，然后有嚼劲以外，它又不会难吃，因为有些牛肉会一直嚼吞不下去。它就是熟度啊，就像我们葱大概七八，嗯，只要放太久，先夹起来就有。哦，还有点滚粉，谢谢。嗯，在哪里可以吃得到温体牛腱煮给你看的？但它不加酱也很好吃哎，因为新鲜的东西就是不需要任何的调味料，你不需要装饰。它里面呢，总共会有六块的牛肉，而且都是这么大块的，不是开玩笑，厚度适中。只要是你选刺身的话，你汤头可以是清汤或红烧，都是可以这样直接淋给你看。重点是他们的牛肉也是有产地证明的，你吃起来多安心啊！你看你来这边你能吃到牛肉面，然后你妈妈去超市买的牛肉也有着落了，你可以在这边直接购买。哎，这边老板也很亲切。有亲戚的店家都先加一颗星，然后本来已经蛮好吃的，就是四颗星。老板帅，五颗星。这是什么笑容？很好吃的，吃的，吃的。现在也要12点了，李超恰洋洋带大家来到东门市场里的文青冰店，不要怀疑，就是在里面，走。有些口味是三重西式的，我们这次选了凤梨、桑葚跟花生，然后呢再点了一球是单球就70块的抹茶，上面还有可可碎片哦。然后我们先吃这个凤梨，我刚一挖下去就有果肉嘞，他们都是用真材实料去做的，所以从这样挖起来就有看到一点点的凤梨果粒，有没有看到凤梨的纤维？加上凤梨汤好好吃，对，怎么可以这么的搭？是毫无疑问，就像你在吃纯正的凤梨，下杠哎。好，再来是吃桑葚，它桑葚不是那种酸的，然后有一种花香的味道哎，就是有点加一点蜂蜜，所以它的桑葚没有那么的酸，但不会甜，也是非常的清爽。嗯，好吃。而且我刚一挖有一整颗桑葚哎。最后再来是花生哦，花生是刚刚那个对面麦子阿姨跟我们推荐说，哦，花生很好吃，很浓哎。可是他们家其实每个都好吃啊，那花生真的是很好吃，就是喜欢吃花生，点了一球。在他们家冰淇淋就有点像你在吃那种打波的感觉，可是它没有加打波的那种奶的东西，它因为它就是真材实料去做，所以吃起来比较雪酪的感觉。我觉得比较像基隆泡泡冰的感觉，花生冰吃起来就是有点基隆泡泡冰的感觉，好绵哦，好好吃。我觉得比基隆泡泡冰不甜哎，它的味道很扎实，但不会让你腻。对，口感扎实，味道浓厚，但不腻。对，好吃。那赶快来吃抹茶，它上面有敷可可粉哦。它的抹茶有茶香，又有一点点微苦，很浓，茶香味很浓。但在他们家的冰淇淋吃起来有点不会腻，一口接一口，忘记热量。我刚觉得它的可可是那种好像巧克力碎片那种硬的颗粒的，硬的，它是有颗粒感的，好像是杏仁，杏仁的口感，可可的味道。嗯，外面那个招牌，跟老板妈妈跟我讲说，就老板外婆那时候就留下来的。哦，那个招牌这样算才不用讲的年纪都还大。历史多么的悠久，那里面他们就是保有那时候外婆留下来的东西，然后自己再做一个创新的改变，知道他们的用心，因为是东西很好吃，推荐，这我也得来。我们用纯天然的鸡蛋糕来做完美的 ending。为什么说它是纯天然的呢？因为老板说它不加任何的添加物跟香料哦，而且是用土鸡蛋跟牛奶来制作的。哦，会慢慢这样子张开，咬扁了之后，里面非常的蓬松，咬完之后会慢慢回来。好像我的胶原蛋白可以这样过了。
好吃哎，而且不甜。嗯，不甜。我很怕吃到很甜的鸡蛋糕。它一包40块，里面有5颗，一颗8块。那时候想说有点小贵，可是它如果都不加任何的添加物，然后就是用纯牛奶做的话，我觉得蛮值得的，而且是好吃的，而且很大颗。总来说，今天来到东门，我们吃的4家美食都很推荐。我们还自己外带牛肉汤回家。下次我要吃牛肉沙西米。好啦，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东门美食外景特辑，喜欢的要记得订阅我们，按赞、分享、开启订阅小铃铛。最后 ，IG、Facebook 也请记得追踪哦。下一站要吃什么？那我们大家再见，大家拜拜。